在这次新访中能见识到真正意义上的功夫高手，一直是我的一个愿望。采访徐思基老师的时候，我无意中见到了一张 DVD 光盘，看了光盘后忽然让我眼前一亮，原来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武林大会开播的一个月之后，距2007年4月中旬，湖北省英山县也举办了一次武术活动，名字也叫武林大会，一共请来了国内13个门派的代表，以及香港地区及国外选手共200多人。召集人正是目前在武林界小有名气，现为英山县境内的南武当山主持刘新德道长。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这次武林大会被办成了节日般的盛会。在整个过程中，虽然我见到的基本都是些武术套路招法的表演展示以及理论研讨，而没有擂台实战的比赛内容，但是在表演的最后，刘玄德道长展示的隔山打牛的绝技让我看了有点目瞪口呆，觉得很不可思议，没想到居然现实中还会有这种厉害的功夫。那么这种功夫到底是真是假？我翻来覆去的一通浮想联翩之后，还是决定到那里去走一趟。刘玄德道长创立的南武当山的所在地湖北省英山县，属于巴山一所低山型的穷困山区县，但这里却是历史上江淮文化、吴楚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的交汇地，是历代高人隐居的理想之地。这里还是我国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毕生的故里。我在由道长的弟子陪同下，乘车马不停蹄的一路向目的地进发。大概走了3个多小时后，便顺着蜿蜒的公路进入到了重峦叠嶂的山谷，不久又开始沿着陡峭的盘山路向山顶攀爬。随着海拔的升高，我渐渐有了一种远离尘世的快感。我一路想象着，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许这一次还真能碰上个世外高人。这棚子上了，就这。你看武林大会就在这榜上上了大吗？哦，在这榜。那天刚好。这就是他们举办武林大会的广场。没有了锣鼓喧腾的世俗场面，身边再跟着几个道士打扮的人，我忽然有了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据他们讲，这里的天气一向变化莫测，刚刚还是蓝天白云，转眼间就会被许许漂亮大块云朵罩住山顶，有时这里还会出现奇异的景象。那个2003年、2004年过年的时候，这个初一的时候，那几个灯光，三个太阳。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那条又长又直的阶梯，有如天梯一般在云雾中时隐时现。他们说这段阶梯有500阶，又说是518阶的。所有人都知道中国有武当山，位于湖北省十堰市，现在怎么又出了个南武当山？后来一了解才明白，其实这座山的原名叫武家山。因为武当派祖师张三丰曾经有过500年后避开南脉的遗训，于是2002年，刘玄德道长秉承祖师的遗愿，在这里斥资上千万建起了一座武当祖庭。2003年10月4日，吴家山村民局管委会举办了一届以世界和平人类健康为主题的中国英山南武当山首届国际文化旅游节，从此这个吴家山就正式更名为南武当山了。
如今刘道长本人确实是从武当山迁来的。刘道长的家乡是河北晋州，他出身于苏家门第，自幼随父习武，后出家武当，并得到了武当派南宗掌门人王吉的真传。我见到游玄德道长时，他正在这里挥毫泼墨，那天正有几个人向他求字。见到游道长的第一眼，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那红润的面容，那么细腻光滑的皮肤，一定是长期修炼内功的结果。另外，他的身上随时洋溢着一种洒脱的精神气质，他非常自信，也非常有口才。同时，我也预感到他对采访这种事情也非常有经验的。我猜想他对我的来访也早就心中有数了，而且已经做好了一些安排。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马上揭开科山打牛绝技的秘密，看来是不大可能了。我想不如就先跟着他计划走，再找合适的机会提出我的请求。还要准备扩建吗？还有，这个是因为十年建设周期。哦，十年吧。所以我这儿已经保持了原生态，能够保护的山体树木，尽可能的保留下来。这算是一个高山湖泊，这是我们的瑶池景区。道教啊，它这个修为修炼很讲究环境，所以这个环境啊，你几乎什么都看不到，但是一步一动天，这儿有一点玄机，这是武当的一个奥秘。嗯，这是天然形成，你先感觉一下，这像什么？它像一个贝壳吧？哎，像贝壳？不是，就是那个。乌龟的那个，这个武当的这个象征是玄武，玄武是龟车连体，所以玄武之象，所以这个是天然的神龟，咱们这龟头，看这龟嘴了吧？哦，那嘴呀、是闭嘴，闭口嘴，闭口龟，有龟必有蛇，所以这下边是个蛇，蛇头，这蛇头，啊，哦，对，你看我到蛇头上看一看，你们说有点神。就是在这个草丛当中，为什么选这个做生活的？这是个大蛇头，所以这个蛇头进去啊是非常好。你看这儿很亮，那儿是个林荫小道，所以在这儿有时候练练功啊，是吧？找这感觉。经常在这练功吗？练功啊，打坐，这地方打坐也很好。在这儿，其实这儿你才慢慢练，坐行。他一说一站，可能要站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了。半夜、早晨，是吧？做个打我掌的动作，转掌可以转一掌，这是小地方，拳打我扭着地。脚转正了啊，后板，你重点练的脚。对于武当武术，民间有着许多传说，我想既然来了，还是利用这个机会向游道长当面讨教一些问题。河南人管张三丰叫拉倒张，对，这个是怎么个讲法？所以这个三丰祖师啊，他这个不修边际，这个随心所欲，然后看起来以后啊邋里邋遢，这个给人感觉是侠雄归背，这个胡须啊又粗又硬，还是身材魁伟，不修边幅，所以人称他为拉遢张。哦，对啊。这个有一个张三丰的电影是李连杰演的，他的讲的一些故事，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那电影？没有注意细看过。啊，就是有一他好像就是发疯了有一段，后来那个汤里边的一个球悟出太极的那种奥妙。有这么一个情节，对，这个就是电影的演绎了。所以这个演绎以后啊，我跟你讲，若干年之后，很多人会相信，哦，张三丰是不是疯了？所以这个演绎啊，只能从电影上理解，它不是史料。我们要想了解张三丰祖师，一定要在明史了解他，在太和山志里了解他，在这个宁波府志当中了解他的传承的内家功夫。终于找到机会问起了武当功夫的实战能力问题。游玄德道长的回答又一次让我体会到了武当功夫的厚重和精深。《太极拳论》里面，三丰祖师有一段话：“欲天下英雄豪杰，延年益寿，无徒做技艺之末。”这个技艺之末就是不可以做墨迹来推广。什么叫墨迹啊？就是人呐、争强斗狠，
这个打打斗斗，这个所以叫墨迹，它并不是以这个为核心，它是通过修炼再达到养生，得到意志，对智慧的开发。太极拳里边有寸劲儿，有整劲儿，还有抖擞劲儿，还有一种境界更高一点的叫冷弹劲儿，这是伤人伤得很厉害的一种劲法。这冷弹劲儿很容易把伤筋动骨，是吧？当然最后边还有一种境界叫凌空劲儿，现在能把太极凌空劲儿练出来的人很少，咱近代里边有一那么几位大武术家，太极拳家，就是在八九十岁才练出这功夫了啊。在这一般情况下，你的纯功啊也要数十年才能够找到这种感觉。有没有捷径可走？这个走捷径啊，就是这个捷径是很多人的一种愿望，就是愿望很美好。但实际上功夫啊，我认为这还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天赋的差别。对于尤道长谈的许多问题，虽然我还一时不能马上消化，但是还是长了不少知识。不过我倒是一直对他们的上乘功夫要四五十年才能练成的说法存有质疑。练成一种功夫非要用那么长的时间吗？再说从体机能上讲，即使练成了，八九十岁的身体条件已经是衰老状态了，还怎么参加格斗呢？就是功夫再好，大的意义也已经不大了。如果要说健身嘛，那还好理解一些，当然我这也只是一个无知的想法。我到了尤道长那里的当天，正好赶上是尤道长60岁的生日。原来出家人过生日也要吃蛋糕点蜡烛，这跟我们族人也没多大区别，虽然饭菜素了点，但是那坐在这个桌子上的都是尤道长身边最近的弟子，还有几位是当地前来陪同的领导司机，其他的人可就没这个资格了。到11月份，咱们几位弟子啊，一起到那个老婆婆去了，然后还有张伟海，是吧？大了，别吃生日饭，只是这个生日祝寿的开始。弟子们早就为师父准备好了生日礼品。是故事上那个特别说的，行，今天祝寿了，是一双鞋，是吧？挺好的，这是道家的法衣，这走步叫四方步。弟子们还要挨个跪拜师父。这个礼啊，比较讲究，这礼也代表是礼节礼貌，是吧？当然，做师父的也不会光收礼物，还要给弟子们准备回赠的礼品。这一切结束后，最后一个仪式就是每个弟子要到师父面前演练一遍武当功夫，以获得师父的当面指点。这一系列的祝寿仪式却让我看到了出家人恪守清规戒律的不易和对武当文化的执着追求。近些年来，尤道长出访了许多国家，为推广武当武术和介绍武当文化尽了不少心力。
随着这里影响的不断扩大，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国外武术爱好者上山求医。我在采访期间也碰上了几位这样的慕名求学者。五虎，每个人送你一份。OK。好。好，那就。这个捷克，他们是奥地利，这是法国，他们这些学生过来，他们从不同国家的，不同国家来，这些什么太极啊、八卦，这些，他们要学十几天吧，十几天能学到什么东西呢？现在是练一些基础了，要每年都要来过来，但是每年来学这个要提高一些。不然你又受不了，来检查你们了，你说他们还在哪里？他们在这个法国这些国外弟子啊，一直教给他中国这种传统习惯，教给他们这种这个真正重要的这个规矩，是吧？让他知道这个练拳啊，不能松散，不能散乱。你想练练，不想练，这样还练不好。这不管是法国人，还是他们奥地利人，还是捷克，他只要来了，都要把中国的文化、中国传统教给他们。我说你下去的目的啊，就让你跟说清楚，上午一定来，认同你，是吧？什么时候玩耍？晚上没事了，你自己找个地方喝个茶，去玩玩耍。现在走了没有？下次我已经出现了。啊？我接他都在吃饭呢。你这要不要直接？行，你帮我跑一趟，你看看在这把他们先放了。我见到的这几位外国弟子好像对这里的如石如画的风景更感兴趣。到了练功的时间，人家还没有露面呢。那跑上干嘛？游道场这里的环境都是天然形成的，并且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这里可以说是止步为景，空气新鲜，是个天然大氧吧，到处都是练功的好地方。习武者要是远离了城市喧嚣，在这里练内功，听着潺潺的溪水声，吸收着充足的氧气，养不出功夫都难。我也琢磨着找个时间在这里来练了三个月半年了，即使出不了功夫，那精神状态也已经会改善很多。不像在大城市里，空气差，噪音又大，想出去跑跑步还得挑日子。这些洋弟子终于露面了，但是游道长并没有责怪他们，也是人家大老远来了，到处转转看看风景也是可以理解的。而我想游道长当时没有责怪他们的主要原因，可能还是秉承了道家无为而治的理念，一切都要顺其自然。再说了，你看这些洋弟子见了游道长那种不好意思的神态，就好像犯了多大错误似的，也确实叫人于心不忍。然后这个谁来了？那个李灿过来，咱这儿一起来练一下武当太极。刘道长对自家的弟子可就严格多了，清晨五点，弟子们都要走上1公里的路程，再登上500段阶梯，来到山顶开始每日的晨练。那天我起得晚了点，没敢上山。等我气喘吁吁地爬到山顶时，太阳刚好升起。
刘道长讲，现在他的弟子们练的都是刚公开不久的武当秘传功夫，在国内习练的人还不多。到了采访的第二天，我仍然没有找到机会请刘道长展示隔山打牛的绝技。一大早，刘道长又把我带到山上，换了一个地方接受我的第二次采访。来到这里，刘道长先是恭恭敬敬地拜了三门，这种仪式让我全身一阵阵发劲，虔诚之心油然而生。这个声音大家注意看，这个声音很特别，叫凤鸣。这个声音，真的特别要多多的这个介绍，叫凤鸣。平时常常听到许多人把《道德经》挂在嘴上，但是听了刘道长的讲解后，才知道我们过去解读《道德经》的有些方法似乎并不确切。昆九，我们的师父和我的师爷啊，我们传承的这个《道德经》。或者讲解道德经而言，他是说道德经啊读法都不同，普通的这个读法了都可以这样背，是吧？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他就算这样要背下来，但是实际上真的在我师父讲啊，说道德经啊应该先把句要断好，但是师父传给我们的断句啊可能跟其他人有区别。他说道可成道，非道。那道可成道，非道，就道可道，非常道。它中间是把道可道、成道、非道中间用这个来分解。分解以后啊，在断句上都要慢慢理解它了。出家人的修炼方法有一些是我们这些俗人难以理解的。刘道长讲的闭关的道家修炼方法，让我至今都不敢相信是真的。对这个内功的修为啊，闭关其中有一个叫闭关。那我们早期时候闭谷的时候是九天，感觉身心气爽，身体走路也很轻。时间最长应该是我在89年这个闭谷，45天是喝少量的水，基本水果不吃的，也不吃饭，气满不思食。那有没有饿的感觉？这个我的感觉是这样，在打坐练功的过程中啊，可能你比如说第一次闭关会有我的感觉，比如说你闭七天关或者是九天，那你这个闭关呢前两天是饿的，到后来以后啊，如果是你每天到10天行功、采气、练气、行气、布气，你也能掌握这四个步骤，你的饿的感觉都消失了。所以闭关之后呢，第一个益处是看书。有的时间呢看那个道教的经书，比如说这个易经啊、黄帝经啊，包括道德经啊，还有黄经啊、三观经啊，很多经看完了以后过目不忘。到了刘道长这里，我总觉得他一直在回避我来的真正意图。我听了许多，看了许多，可就是没有看到隔山打牛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想在这件事情上过于莽撞，让刘道长下不了台，就先提出想看看武当武术的实战技法如何。这个点穴，这儿点穴，一个是封脚，再把脚封住，这儿点穴，还有一个叫分筋拿脉，分筋搓骨，拿脉的动作，这儿拿脉，这脉没拿了。在舌头之上旁脉，这样眼睛啊，所以武当圈里面有很多人是没有外传的，为什么？他就传出去危害社会，独刀啊，所以说他在走位过程中啊，就是运用身法的变化，很静、很柔、很松，即使他打到你身上了，但擦肩而坐，走，擦肩而坐，然后这个后脑勺可能没有了，擦肩而坐，只要点他点穴就非常好用。
只要当上这个就是武当家将，就是后发制人，再用借力打力，借他力量打击他，这个不在于快慢，而是关键是要用力。武当的武术讲究后发制人，对，说如果时机适合先发制人，为什么非要后发制人？不是，当时思想啊，他是愚人为上，所以尽可能是不没有攻击，但是这个攻击啊是在这个防卫之基础上来攻击。好，再来一个，你别走，这个后发制人。但是我还是有点不甘心，既然大老远来了，想看的还没有看到就这么回去了，也有点太冤了。我想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提出来。就在采访准备结束的时候，我终于向尤道长提出了想要见识一下神奇功夫磕山打牛。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尤道长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句磕山打牛太危险，这里缺少有效的保护措施，就把我回绝了。好在尤道长也看出了我有点失望，于是就当场表演了另一个虎掌绝技，一触即发。你好，你先摸摸摸这不是腿怎么样？这个是臀部站好了。这蹲下来。这个走，用力，用力，再用力，走，在这腿上。踢也可以踢吧，再踢一个吧，再踢腿吧，是吧？这个站好了啊，后边再加一个站好，再飞就飞出去了。嗯，用力，走，用力，用力，好，站好了，一二。尤道长表演的时候，我的心里一直都是挺疑惑的。我很难相信100多斤的人手腕就这么一抖就能盘出一丈开外。我也想上去试试，但心里挺犹豫的。如果是假的，这会让尤道长下不了台。我想自己又不是来打假的，没必要这么较真儿。但如果是真的，像他的徒弟那样摔出去，我就有可能落个骨折什么的，最后遭罪的还是自己。这么犹豫也就放弃了。后来我回到北京后，将这段录像反复播放观察，也没有发现什么破绽。我有点庆幸自己，觉得没有上去冒险是对的，心想看来自己对中国武术的认识还是太有限了。也许那些电影里被艺术呈现的高超武功，在现实中也未必都是虚的。